因为不满玻璃顶公所计划要伫加工里兴建殡仪馆，而且也不事先甲地方来进行协调沟通。当地居民伫三月底前往公所来表达抗议，因为不得到满意的答案，因此今仔日是再次发动更加侪人前往公所来表达抗议。经过甲丁长周吉雄当面沟通了后，公所表示，准备在这礼拜三下晡前往社区举办公开的说明会，才暂时化解居民不满情绪。放你啊！放你啊！为着展现居民坚持反对兴建殡仪馆的决心，也工里动员更加侪人来甲丁公所门口前抗议，强烈反对伫第七公墓兴建殡仪馆的计划。他违反那个开会程序，违反了所有的在地程序都做无，一毛无开咱的地。说明会地方公听会都做无，玻璃是我们的家，周义雄，我们务工，你不要殡仪馆。抗议民众大声喊，要求镇长周义雄出来甲大家讲好清楚。为着化解居民不满的情绪，镇长周义雄随后嘛出来甲大家当面协商，只是计划要伫公所举办说明会，却被民众强烈反对。今仔这礼拜三下晡两点伫公所大礼堂，不可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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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抗议民众情绪激动，周义雄只好退回去办公室内底。在警方和公所派员协商以后，由亚工里里长黄美玉带领几位居民代表进入公所，向镇长周吉雄送交陈情书，要求镇公所要重视居民不满的心声和意见。你已经有决议啊，一定有个说明吗？好不好？决议的一定有个说明吗？说明在哪裡？对啊，我跟你们讲说，我约你们大家礼拜三，我们把资料准备齐全，然后你们今天针对里面的澄清的内容，我们再商议。好，我跟你讲，这我能接受，对不对？问题你来当接受我咯，接受我啦，卖多加。都往亚港里安好不好？要观光，不要殡仪馆。我们的诉求从头到尾都是这样，就是为了里民的福利。我们希望公听会办在无公社区活动中心，这样子的话，民意才能上层，不是我们几个代表就可以，不是我们几个代表就可以来这边讲讲，这样子就算了。经过公所各几个目的的评估啊，哈，当然我们是选择对地方冲击最小的，本人也来接受他们的澄清书。那针对澄清的内容啊，哈，已经决定了哈，跟我们五公里黄里长啊，哈，来做协调，就是说定在礼拜三下午两点钟啊，在我们五公里活动中心呢，来举办说明会。周吉雄最后嘛同意，依照抗议民众要求，伫这礼拜拜三下昼，前往亚工里活动中心召开说明会。就殡仪馆兴建地点的评估过程、土地买卖介绍是毋是合理，以及居民烦恼影响生活品质、甲观光发展的问题，做一个完整的说明甲沟通。记者王昭成采访报道。